神器，我们这就来试试看。得到三分数，再更嗯。镜子，镜子，镜子，镜子。Oh my god！ 我吓到，你神器。我不行啊，不喜欢。称它为封存神器，我们这就来试试看。Let's go！ 它就是一个鱼的形状。哎，我好紧张哦。加上去之后呢，把它得到三分数，再更鼓。Two minutes later。镜子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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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需要镜子。Oh my god! Oh my god! 哎，我吓到！来涂涂看口红。迷唇姐，这样。And this is the final look. 我不行哎，我不喜欢。超级肿的，我等下还要出门哎。I don't like it。Oh my god！ 这辈子从来没有想过这种方法，为什么没有想到？没有人传给我，好聪明！我们这就来试试看 ，Let's go！ 先打理好自己原本刘海的造型，然后我们慢慢的把它放下来，之后先把它散开来。但是有根头发就这么不乖，然后用睫毛胶，这睫毛胶的用途真的多。后来我就在我的眉心中央涂一道胶水，这里也涂一点点，然后黏住它们。每一个地方都按压，按压一次，这样。我现在再调整一次，然后甩给你们看。三、二、一。我的刘海还在这儿，赶快分享给你有刘海的好姐妹。I like it， 超级赞。我现在非常期待结果，成功画出完美眼线。我现在撕一大段胶带贴在鼻子这边，然后我撕了两段小胶带。距离完美眼线的最后一步，只许成功，不许失败。真的很好看，而且两边是对称的，我完全没有想到会那么的成功。就是闭眼睛，然后就是张开眼睛的效果。I like it， 超级赞。快快速编法，而且几乎不容易失败，几乎啦。先把头发分成两边，然后呢，一边呢我们再分成两撮，稍微的把它们梳整齐一点，然后把它勾耳后，嗯，勾失败，开始往外转，转，转，完全不用任何技巧，就是一直转，转后面的一样也是往外转，那用单手就可以完成，把它们并起来，然后用这个发圈把它们绑起来。三二一，真的卷起来了！稍微的把刘海拉出来一点点。This is the final look. I like it， 超级漂亮！喜欢这个优质的创作者，就赶快去 follow 他哦。你有发现其他更具爆红潜力的影片吗？赶快投稿给达人秀吧！点击下方观看更多有趣内容。